家好，我是主持人以勋，欢迎收看电玩宅速配。说到战术生存游戏，那你就一定得知道这款作品啦，那就是由全球知名游戏发行商505 Games 所推出的《红色之日》系列，它现在也正式推出正统续作喽。全新变幻莫测的实时战场，加上更加恐惧刺激的紧张氛围，赶快一起来看看吧。《红色之日二：幸存者》是人气战术生存游戏《红色之日》的正统续作。游戏叙述，玩家将从冷冻睡眠中醒来，执行一项重要任务，带领秘密行动队细胞小队对抗因 Stro 病毒而变种的畸形怪物，想办法拯救火星的人类免于灭亡的命运。游戏可以单人游玩，也能与多达七名好友组队闯关。随着主线推进，不仅要对抗病毒，也要时时注意让人类得以存续。游戏的特色之一就是实时战术系统，面对实时演算的开放战场，玩家必须随时调整战术和策略。在探索、潜入、生存三大类型任务中，有超过15个主线和多于20个支线任务让玩家挑战。透过搜集的资源、研发、升级尖端科技，投身于战场上也是生存的关键。游戏还有六大独特的职业任你选择：突击兵、火尘者、重装后援、狙击手、医疗兵、斥候，让你与好友的小队更加千变万化，玩出自己的风格。本作将紧凑刺激的动作元素与步步为营的战略思考完美结合，希望创造出独一无二的科幻游戏体验。游戏已于 Steam 推出，首周发行更有9折优惠。而除了主游戏外，玩家还可以购买精美的额外内容，包括官方原声带、数位设计集和桑纳托斯盔甲游戏造型。喜欢科幻游戏的玩家绝对要入手啦！